十几只大猪脚在大油锅里炸得金黄焦香，另一头则忙着做海鲜羹、手撕肉羹，不断地往汤里丢。步骤现在是捏肉，让它把它肉整个锁起来，这样吃起来会比较 Q 弹。这边锅盖打开是满满的花蟹，等等准备要和油饭做搭配，还有师傅利落地切着生鱼片。外汇工作人员熟练的各司其职，准备第一次的中秋节大宴。那个八八节大宴哈，然后就是有客人吃的不错哈，就问说啊，我们中秋节有没有继续办？哎，所以说才第一年去举办这个中秋节大宴。中午差不多八十八桌安尼，迄个行啊中昼，啊过来暗时，搁明仔载暗时安尼。未歹啊，未歹啊，我捌食过啊，我一摆就食。加进一摆红虾呢。高雄内门中后塞远近驰名，阿龙是外汇团队，每年都会在除夕围炉、初二回娘家推出板豆，因为大受欢迎，后来连佛祖诞辰、母亲节、父亲节也都跟进，每次开放订桌都秒杀，现在也抢攻中秋节大饼，推出一桌10,000元的中秋节大宴。不过今年没有连假，提前在中秋节前的周末举办，同样订光光。吃这个比较简单啊，比较方便。烤肉我觉得我们不喜欢，就是这个人家都准备好了，然后也蛮多元化的，就不用再自己烤这样子，还要自己收拾。又有融合安尼迄落中秋节食材甲做法，比如讲安尼香鱼啊，啊是安尼迄落香泰国虾，啊是香安尼猪排吼。合家团圆可以更轻松惬意，业者看准民众花钱买方便的心理，成功插足中秋市场。民视新闻廖景雄、陈志平，高雄市报道。更多精彩新闻，请下载 APP 订阅民视新闻网。